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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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Om Mani Padme Hum。上师好。好，大家好。这一次就距离这个七月底离开紫莲堂，到昨天前天晚上回来，马不停蹄。因为正值农历的七月，农历的七月就是最忙碌的，去了香港、马来西亚，还有中国台湾，这不断的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超度法会。那因为这个每四个月一次的就地斋度母的父母，我总是都挂在心上。虽然我没有亲自回到旧金山，但是我在其他的地方，在台湾，譬如在台湾，我还是照样做的，照样回向的。我现在距离从第一坛开始，2008年5月15号开始，他这样子的做一个资料，一共要做21坛，那么总共紫莲堂在这里做了14坛了，我做了11坛，莲子上师做了3坛，哇，好慢啊！这个杜母说做21坛回向给我们的这个加州的地震，来化解。每四个月做一次，一共做21坛。如果依照我的速度，我可以几天就把它做起来。可是他规定要4个月做一次，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各位今天来参加，真佛宗紫莲堂所举办的就地斋杜母的父母，为整个加州，从我们加州开始延伸到西雅图，甚至于到加拿大温哥华这个整个地区，这个叫落基山脉的这整个地震板块这个地区，为大家做，要放下心来，这不是在玩假的。刚刚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跟佛菩萨上香才出来，他们就讲，他说要大家真正的诚心，发出你的诚心，才会灾难化解。他是这样讲，心诚灾难就会化解。而且我们不是只有为我们哦，灾难一来，地震一来，火灾一来，水灾一来，不是只有你一个受难哦，是你周遭的一切，不管是亲还是疏，同样都在这灾难中受报哦。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一些消灾的，都是为自身跟众生。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获得解救，结果我们的家人亲友没有办法获得解救啊。所以这个请大家来了要放下一份心，你代表了你周遭的一切人事，代表这些人来的。如果你说得动来，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尾声了，现在14坛还有7坛，应该你们可以说得动的，可以影响的，不管是电脑方面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一直在说科技这么发达，几乎人人家里都有电脑，手中都有一部电脑，手机都有，都可以发简讯，你们应该都发出去，尤其是为整个居住在这个环境有可能发生这个灾难的。菩萨不会随便跟我们讲啊，做7年，每4个月一次，他每一次讲什么特别感应，从历年来说什么就是什么。从1989年加州大地震，整个加州的经济全部就下去，大家都怕，搬的搬，跑的跑，事业跑的跑，工厂搬的搬，那时候加州一片的哀鸿，
哀鸿遍野啊，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很多地方都很难振兴这个经济。师尊来到了我们紫莲堂，1993年，我记得很清楚，有同门发出问题：师尊，我们加州什么时候才可以复兴恢复以前的旺相？师尊说：“你问我啊，哦，那要问你们的在场的活菩萨。如果活菩萨说什么，感应什么，说出什么灵感，那是你们紫莲堂佛菩萨，因为走到哪里是问到哪里的。既然你们在紫莲堂问，我就以紫莲堂的佛菩萨来请示，那么灵感不灵感就在于他们。”那时候蛮紧张的，我蛮紧张的。如果我们的紫莲堂佛菩萨说不准，那真的是很丢脸的啊，那就表示我们拜的是拜假的。佛菩萨的灵次、灵魂层次不高，不是以为你拜的同一尊就同一尊都一样高灵哦。啊，每一尊的佛像也许大同小异，但是里面的灵魂借居的、暂住的不一定都一样。所以那时候是蛮紧张的，但是我到最后我也释放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师尊就在那边请示，请示完了以后，他就讲两年后就开始了，就开始振兴了，不是一步的，马上就起来。就那时候我就开始跟同门讲，在我们学校附近如果有这个房子赶快买，因为师尊说出来他讲两年他表示一定是的。可是我们同门就以为我们 UniCity 啦，那附近啦，反正都是比较便宜的，都没有看在眼里。结果当两年后整个棒棒棒起来的时候，从我们那时候投资到最后都差10倍啊，7、8倍都有。那时候那同门去看10几万，到最后40、50万，哎呀怎么差那么多，50、60万。我说跟你们讲你们都不听，短短两年就差这么多。那时候就棒棒棒棒棒一直上来啊，就真的很给面子，我们紫莲堂的佛菩萨。那再来啊，这大大小小不说，再来有一年他讲说灾难来了，叫我3年拜18部的梁皇宝忏。结果我们真的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不是只有在美国做，在旧金山湾区做，而是到世界各地，希望世界各地的灾难特别减少。每一个地方都有在做，外国的地方只有印尼多做一次，其他就做一次而已，其他地方啊都做一次，就印尼多做一次。结果做到最后一坛，啊，不管是921、921的台湾地震，不管是911的美国纽约，啊，摩天大楼的被撞毁的恐怖分子的，再来什么猪蹄镇啊、萨斯镇啊，反正不停的一直来，一直来。那时候问佛菩萨拜18部梁皇宝忏有效吗？有帮助？他说有，可以改变30%。我说30%很多了，好，我愿意做。所以我们才开始世界各地一直做，做到最后一坛第18坛圆满坛，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啊，今天在做最后的一个精进班，在总交代大家拜忏的怎么样进行。啪，接到通知了，南亚大海啸了。印尼大海啸了，啊，人数知道的20-30万，不知道的没找到尸体不晓得多少，啊，然后那边在大海啸，我们学校在拜的现场也在海啸，小海啸，如果有参加的就知道了，很惨的。本来以为是在学校的停车场扩大地方来拜，帐篷都搭起来了，想不到平常都不下雨的我们的拜忏的时刻，那一天来个大雨，最后一天要开始要拜了，来个大雨，把所有的帐篷 的全部都进入水，根本没办法拜，又匆匆的又全部又搬到，啊，学校的礼堂，要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拜完你就看到原来的这个坦诚，哇，好像水灾过后海啸过后的残留的现象。如果大家有去参加的应该有看到也知道那时候的现象。那么前两年多好，哦，在开光送神完要请神，还没有开始仪式，菩萨就说了3年灾难，死4个人。那时候我就求佛菩萨不要啦，
你每次跟我讲十几个人，就是让我最头痛了。有一年在法会跟我讲三个月死十个人，哎呀，你叫我还怎么带领呢？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没有佛法的地方，甚至于新兴宗派没有真佛宗的地方，怎么带领大家三个月来死十个人？人家会怎么讲话？我说不要啦，就跟菩萨拉来拉去，拉到最后我替代 75% 受灾报的人， 25% 他们自己背。好 OK， 菩萨就不跟我再讲。果然没有多久，我宣布了，我当场宣布，都可以找 tape 出来做见证。我宣布了三个月里面有十个人有生命的危险，真的不到多久就砰砰砰砰就跑出来了。哇，林日辉师兄跟陈德师兄住在一个公寓里，半夜起火烧光光了。哇，他们没有被烧死，两个跑出来。哇，真的是第一个就让大家哇，真的也不是来假的耶，开始就砰砰砰一个个来了。一个周润清师兄，每一次那个蜡烛烧起来都会有这个烛水啊烛泪啊，他都用刀子啊去把它刮掉。那一天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工作，这很小的事情啊，用小刀片这样去刮，那一天刀子不知道怎么样咻就往他这动脉一切，啪血就流出来了。连在家里都有灾难啊，哇，赶快去补啊，还来得及救。哇，最后一个九个都一个个来了啊，有师姐哇，家里连续闯空门，人家进去幸好他不在，哇，打破纱窗打破门进去偷东西的耶，这已经是太厉害了，连续三次耶，吓死人了。哇，还有一个师姐哇，到餐厅去吃饭，哇，吃完起来就砰昏倒了，心脏病。哇，他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忘了带药。他的女儿就在餐厅里叫，赶快打电话给救护车，也在那边叫他妈妈忘了带药，他心脏病。一个外国人就过来，你妈是吃这种药？他说是。那个外国人就掰一半，我也怕我等一下是我一半给他，所以他赶快给他含下去。哇，他妈妈才喘过来，我们的一个师姐。所以都是一个一个来，吓死人了。到了之后我记得今天最后一天，很多同门都来紫莲堂不肯回去了，叫大家走啊走啊，不肯。大家一定要看十二点谁是下一个，第十个还没有报到哈。结果差不多快十二点的时候，郑强师兄打一通电话来，报告上师，我是最后一个。他那时候开卖酒的地方，有人进来啊偷酒啊，然后到最后他去抓，哇，产生这样的纠缠，那产生这样，所以幸好他没有发生什么，只是好像化道还是什么，反正。受伤最后一个，正好十二点结束哦，大家在阿弥陀佛就回去了。很多啊，我们紫莲堂的佛菩萨很灵验啊，你们不要说来问我事，问佛菩萨就好了，我也是靠他们来指示啊，只是你们没有听到，我听到了，我带他们翻译给你们听。那讲了譬如说两年多前，我就是跟佛菩萨谈，不要啦不要啦，对不对？前几年已经来给我这些让我危险的事情了，千万不要啦，很敏感，我知道你们很敏感了，服了你们啦，对不对？不要啦不要。可是我知道他越来越严，越来越讲，越紧迫，就跟他谈谈谈，对不对？他说那我可以替代的话我就替代了。好，那时候好来了，莲开法师就来了一个脂肪肝，肝硬化，哇，有肿瘤了，通通来了，六万一指数，哎，一个人有一都不正常，他六万一耶，还能活吗？我说哎呀，这个时候他不能走啊，他很多事情没交代好啊，很多工作在他身上啊，不能死啊，先 hold 住啊 hold 住了、啊、拜托了，他的要死的时候再死啊，现在不能死了。跟佛菩萨讲老半天，哇，想尽办法修法护魔，哇，叫他排肝胆排毒啊，结石出来，又中医又调啊，夯不啷当的一口气去检查，过了多久？半年还是多久？啪，没有了 ，zero， 哇，差点死掉哎！他跟我讲死四个人，他差点在名单上，现在哪有帮我坐在那里？所以呢，哇，怎么办？谁谁谁心里有数啊？意思跟大家讲，我自己也避开来，因为我知道，既然我要去担这个，我自己要避开来。今天已经不是只有这四个人，这四个人死亡是小事，是这三年内的灾难，尤其到了今年最后一年的灾难。
所以我担起来了。你们去年看到我走路都不行，上楼梯都不行啊，坐轮椅拿拐杖啊，痛得不得了，稍微有一个阶段我就爬不上去啊。你看我现在都不必坐轮椅就跑得很快，跑过来了。现在但是还有半年，要小心一点，要到年底就越危险。可是我们的同门没有死，轮到我家里了。第一年我在学校煮饭的大厨是我的大嫂就死掉了，突然说什么什么肺癌了，我就死掉了。再来今年的4月9号是我的妈妈死掉了，可是她91岁，仍然没有话讲，她也没有病没有痛，她只是上香跟祖先讲，我够了，我91岁太老了，可以了，我这次算圆满了，请接我走，半个钟头以后就拜拜了，就陷入不清醒了。那个是特别让人家高兴的事。再来今年的8月3号，洛杉矶我一个哥哥，第三个哥哥早上起来觉得心脏很闷很不舒服，昨天8月2号正好是过60岁的生日，所以家人都回来庆祝，所以早上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太太问他要不要看医生，他说看一看，可看一看不晓得多久啪就昏倒，叫不起来，叫救护车来没有呼吸了，心肌梗塞死了。2年多我家就走了3个呀，你们说呢？下一个是谁？你说灵不灵啊？不是假的，不是玩假的，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当作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心里已经调好了，不是只有这3年，我每一天从师尊接我回来，我每天就在等这一刻，而且赶快做事，尽量时间不够了赶快争取时间，我连腰骨不能动我都在做事，没有停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很认真的对待我这一世的生命的。好，我哥哥在洛杉矶火化了，带到台湾去，本来我很忙，我到国外去弘法，怕没有办法到殡仪馆超度，但是我妈妈，死去的妈妈一直叫我丽慧，我说够了不要讲，你走你的阳光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因为他死后20分钟我就接到消息，我在汽车里在台湾，我就开始接引他，可是他就像无头苍蝇，灵魂出来，他不知道他会死，他不知道人会死，他生前只相信钱 money money money， 再来就是股票，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玩股票，他还曾经做股票的分析员，上报纸的，跟人家在提供资料的，他只相信这两个，什么都不信，你跟他讲什么都不信，他只相信钱跟股票，他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他怎么会知道会死，突然间就死掉了。所以我开始接引他的灵魂的时候，他就像无头苍蝇，都没办法听你讲什么，他不接受，他不听，他只是很惶恐很害怕，怎么会这样，灵魂要再进到肉体来进不去了，就像小孩子生出来了进不去了，怎么会这样，叫啊哭啊跳啊怕啊，没办法，你跟他讲不要怕，跟着我说的走，他不听啊，搞了2个礼拜都还没有办法，我就知道他业障重啊，无名尽一份心了，该怎么样就受他自己的报了，自己的兄长我都没办法，你不愿意信，你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面对，再怎么样的佛菩萨都不能度无缘人啊，佛有三不能就是这样讲啊。你怎么样子喊苦，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菩萨到你前面，你手不伸出来，他要救你拉不起来，在海里在水里不愿意被拉，或是手没有力量伸起来被拉，也救不到你啊。所以大家要具足这个资粮啊，你喊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能够自己不被掉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沉沦，至少你喊苦菩萨来救你，你手伸得起来才拉得到你一下就起来了，你不肯伸你的手还打来打去打呢，救不到你啊。所以这个大家平常要指点资粮，这种时刻很快速啊，我哥哥从来不相信人会这样死掉的，平常跟他讲叫他准备他不肯的，
我们有指人雷藏是加赞助，他真是骗人的，你们要钱乱造理由的，自己的兄长都讲这种话，一生当中都没做什么功德力，只相信自己，只相信钱，所以很困难，很困难。所以呢，我妈妈出来一直求，啊，好吧，就去殡仪馆帮她做一坛，因为我每天都在做了，不需要到殡仪馆再做一次外向给人家看了。可是人们总是都要看那个外表，啊，所以呢，我就去了。那为什么我去？我觉得有希望这一次救她，因为那一天的早上我在修法，我看到她变成乌龟大了。从苍蝇这么小变成乌龟大，乌龟就这样看着我，眼睛看着你啊，不动了，可以救了。他不会再这样跑来跑去，不听话，不安定。OK， 就可以救了。所以我去，这人帮他做到人，那一坛子能帮他做到人道了。啊，人道轮回，啊，希望你能够有佛法的家庭再来修了。我也没办法了，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所以殡仪馆的。的人就告诉我，那是同门，他曾经在四月帮我妈妈做过殡仪馆的这些超度，所以他知道，他就告诉我，上师，中国人的风俗里面，如果一年里面家里死两个人，接来就有第三个人了，无三不成立，这是中国人的民俗风俗，很灵的，所以一般知道这个风俗人都会不喜欢家中死了一个人。不久以后，一年内又死第二个，第二个以后很可能第三就马上接着来。所以呢，他就跟我讲，民间的化解之道就是准备一个空的棺材，空的棺材，但是是弄成红色的。那空的棺材是木头，但是一般来讲代替的话，就用纸硬纸把它糊起来，那放在我们的前面，叫我等一下加持。表示这个空的棺材已经有棺材，表示有人死在里面了。如果死亡之神或什么要来抓人的话，已经看到棺材，哦，这家里已经下一个已经有人死了，就不会再找了，就替代化解了，叫我加持。那我就哦好，那我就在加持啊念经啊，大家都怕死，每个人都怕死，不知道死就是解脱，不知道真正的死亡。活的人知道死亡去哪里是解脱的话，啊，这个人他绝对会希望赶快走，不知道才怕。所以我就想到下一个就是我已经躺在棺材里了。你们怕，我不怕。我走在师尊前，太棒了，是不是呢？我已经想，我已经躺在下面了，躺在里面了，好舒服哦，棺材。然后我就想，如果这一次我死不了，我要去订一个棺材的床。来睡，每天就睡觉都躺在棺材床里面，啊，任何时刻就准备走了，心安了。啊，来看你叫你不起来，正好棺材就送去火化，多棒啊！不必再什么舍不得啊，还不怎么样啊，移到哪里去啊？啊，不必再买了，那个床啊，正好可以烧掉。人要有这种豁达的心啊，怕什么？所以是地震，还有这次回来，同门跟我讲，哎呀，今年是大灾难年啊！这个预言家都讲12月21号世界末日啊，什么预言什么预言啊，连我们修行人都这么怕，是不是呢？所以大家都害怕，哇！大家一起走，不是就不要轮回了吗？一起走，一起了业，我是不知道了。大家要真的要这个心态，如果你事情做完了，你结的缘已经清了，你的债务还清了，你干嘛还要留啊？你去旅游，这个地方都玩遍了，你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是哪里的，什么东西也都吃过了，已经玩到不能再玩了，吃到不要再吃了，你干嘛还来玩啊？要回家了，回家了。就是这样子啊，你们上完班你们还留在公司里吗？免费加班吗？没有人要的，回家了。时间一到，当下课时间到，大家赶快拿起皮包，拿起书包要走了，谁还要留啊？这个心态平常就要建立起来。
一定要建立起来。我们都是地球的暂住的暂来的旅客，只是你们暂来这地球玩，你们忘记你们是来玩的旅客，你们以为你是这里住的主人，永远不会变的，永远不会动的，永远不会搬的。可是世界上哪有永远的事情啊？佛理已经讲这么明白了，也学这么久的佛学，也学这么久的佛法，也告诉了你天上的家的方向，天上家的弟子，都完完全全，我们比任何人都幸运幸福，比别人都清楚，要把握啊！玩归玩，吃归吃，乐子找乐子归乐，但是你心里要有一个数。任何时候我都要回家，我就会回家。像日本大海啸，大家哇看到那个浪啊，海水啊，把冲掉东西啊，人在里面叫救命也被冲走，你是看那个照片，看那个电视，是不是心里很难过？然后来了，怕核子啊影响反应炉烧掉啦，怎么样怎么样，会有什么样反应啦，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后遗症。然后那些被访问的人都好担心好担心，他没有死的人怀着这种恐惧症，怕未来的几年当中这个皮肤会烂会掉会生癌会什么，好，没有 BB 的未来会生畸形的 BB， 哇，一辈子都恐惧中，可是死的都已经完蛋了，都已经拜拜了，就是这样。我们都超度啊，祈祷啊，帮助他们，他们不要再烦恼。活着是幸运还是悲哀，我都不知道。我看到那一些人那么恐惧，而且不是只有他们当地人。那时候我到北京，下雨，有个同门呐、啊、没有带伞，哎呀，哎呀。我说干嘛？哎呀，那个雨啊，那个日本飘来的。哎呀，我说干嘛飘来？哎呀，哎呀，然后肚子还抱住。哎呀，我要生 BB 啊！他还要生 BB， 怕生个畸形儿，因为很多的地方，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爆炸或是一个反应，这个核子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生出来或是生活下来都很多问题，所以他好担心。听过这个报道就很担心，那么远呢、欸、他都担心啊。这个消息一出去，世界各地都担心啊。那些食物，那些水果，那些蔬菜，那些在那边产生的任何东西都担心啊，吃喝穿用都担心啊。死的都已经不必担心了，活着的人你活50年都担心50年，你100年就担心100年，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一直下去。眼光看远一点，心展放一点。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在等这一刻。如果生死关不破，你什么都看不破，你就会每天都活在争斗里面、计较里面、害怕里面、恐惧里面、愤怒里面。如果你看不破生死关，就是这样每天这样的脾气情绪，你看破了就不受影响，随时随地欢迎，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回家这一刻。所以菩萨讲四个，我预留我一份，我第四个 number four， 没有人要当 number four 啊，谁要当 number four？ 没有人要啊，大家都怕死啊。那谁来当 number four？ 菩萨讲四个，谁来当 number four？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会有人出来的，精神有问题才会当 number four 的。即使他举手，要，回去哭得要命哦，要，后悔得不得了。有一个师姐回家连续做噩梦一个礼拜，那时候是那种气氛情绪，回去哎呀妈妈怎么办，哎呀工作怎么办，哎呀家怎么办，哎哪里怎么办，没有结婚都这样子，何况还有家里，对不对？然后我又再进一步讲，
有人问我怎么看破生死观，简单，第一步去签约一份，你万一发生车祸，万一发生意外死亡，器官捐出去，就单单这一个字勾起来，你的心就开始改变了。我们这里面有谁已经签了这一份了？你万一有死亡，你的器官愿意捐给大家，让我们为他鼓掌，如果有的话。没有啊，没有，死了就死了，一堆烂肉，对不对？烧就是变成一堆灰，你舍不得什么？你如果健康的器官，你可以救37个人呢，从眼角膜开始，为什么不要呢？看不破啊。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去签。妙华有一天回来，我在整理他的东西，看到他的证件，看到他的 driver license， 看到他其实竟然有这样把他死掉，器官捐出来，我就讲，你怎么这样做，怎么没有告诉我们？爸爸说，一个人如果发生什么，签了这个本来有救，他故意医院不救你的，就为了要你那些器官救人的，所以你就不得被救了，不可以乱签的，你怎么这样子？他就回头看我，妈，你不是常常讲因果吗？因缘吗？如果你遇到的医生不救你，那也是因缘啊，那也是因果啊，是不是？万一我没有签这一个，我被救了，是植物人，是瘫痪残缺人，你要吗？我要吗？一个好好的身体，一个好的东西撞了，已经坏了，你要吗？恢复不了原状了。他们帮助我，让我能够很尊严、很伟大的走掉，让捐了器官、受到器官永远缅怀我、感谢我，我愿意，我不要来断手断脚，要躺在床上一辈子的。我留着又怎么用？哇，讲了我实在汗颜啊，嘴巴在讲看破啊，反正都要火化，你担心什么？所以就第二天啪我就去勾了，但是我有附带条件，要拿我的器官的人死后还要让他们继续有缘，拿我眼睛的人要念多少万遍莲花童子心咒，拿我肝的肾的人没有皈依要皈依，通通都拿我内脏拿我器官的人通通都继续要行善，就不一样啦。我的器官分解到那么多人的身上，他们就带着佛种佛缘了，继续传承下去了，这样才有意思嘛。捐捐捐，我们希望能够渡人，连死后还可以器官渡人，脱了不起啊！希望你们能够跟进，看破就是要这一点，什么都不需要交代了，就交代你的这个器官。你死后人家都嫌弃的，哎呦，害怕你死，结果有这么多人要你死，你的器官好用，活的多有价值啊！他乐观一点想啊，你不死，你能够救37个人吗？你这一辈子怎么救37人活命？所以修行的人，人家没有修哎，这些外国人有这种观念没有修哎，人家都做得到哎，我们还讲修行人很伟大哎，要成佛的人哎，结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大家学习，这是真的，这是要突破的，很多事情都要突破，不突破。永远就留在一个境界里，那个境界就是执着的境界，就是无明的境界，都是争斗的境界，就是受苦的境界。如果有人愿意用我的用旧的器官，我愿意啊。像我的弟弟在洛杉矶洗肾要换肝，
他没有肝可以换。哦，他就讲，他等，啊，就讲给我妈妈、我弟弟听。我妈妈八十几岁，说我老了，我也要死了，我肝给你。哇，他好高兴哦。五十几岁接妈妈八十几岁的，哇，赶快去跟外国医生讲，我有肝了，我有肝了。那我不必等了，我妈妈要给我，啊，八十七岁要给我。啊，八十七岁太老了，那个肝太老了，给你也没什么帮助。然后他就跟我妈妈讲，没办法了，跟我弟弟讲，没办法，我弟弟五十几岁，比他还小两岁，五十岁。他说：“那我给你好了，哥，反正我也没有下一代，那我就给你好了。”觉得好高兴，好高兴啊！终于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哇！赶快去告诉医生，我又有了，又有捐肝的人了。好，我弟弟啊，五十岁。他说：“你弟弟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有，都有。那不行，那肝都坏了。”所以你以为要捐肝人家就可以啊，你生活不正常，你抽烟喝酒要捐也没人要啊，你不要以为你器官给别人别人就要啊，还要看条件的。后来他就很生气，那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的人才可以捐肝给我？他最好是二十岁的人。所以他就想到他儿子正好二十岁，就赶快找他儿子。他儿子说我考虑一天，考虑一天，第二天就跟他讲，你很自私，你已经差不多的人了，人生走一半，我人生才要开始，万一手术不好，后遗症，我一辈子到老比你更长的时间受苦，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你只想到你自己好，有没有想到我？万一我怎么样？所以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即使是你的儿子都很困难叫他的肝捐给你啊。他说我只要一点点肝会再生的，一点点也不行，万一细菌啊感染啊发炎啊，我终身就完蛋了。所以各位，我们死后写下来不见得我们的器官人家要，不要以为你很伟大，你年纪老了，你器官内脏没有好好的保养，你即使说要捐也没人要啊。所以是给大家知道，但是你的心希望，我很希望我是健康的，健康的人可以捐给三十七个，三十七个都能够受用。但是年纪越来越大，可见这个受损度越来越强，越年轻越好。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看得破，第一关就是这样，这一关签下去，你很多事情的心情就不一样了。试试看，不勉强你们了，只是不恐吓你们了，只是这样告诉你们。好好，我们现在要进行就地斋，尽一份心吧。我希望未来越近最后的时候，你们能够通知你的亲友，不管他归不归依，也来为他所居住的地方祷告一下，祝福一下，尽一份心吧。刚刚菩萨讲，心灵心灵只要心诚，灾难就可以化解，诚心的人就可以化解。但是就我们这么小小的人知道就不够诚心了，不是你自己为这个求就好，让其他人也知道，你可以以后回去天天修都可以，天天求都可以，不一定四个月再见一次才来做，你真有心每天做就不一样，看谁有这么一份诚心为整个加州的地区的众生。很有可能我们做完或是还没有做完就有这个大灾难，但是我们做了，我们心安了，我们交代了，不管怎么样摇，不管怎么样，我们心放开了，注定的事情，重业的事情，我们已经了我们的业了，我们清我们的债了，住到一个共业的地方，我们了我们的缘了。有时候我刚从台湾，台湾前阵子台风不停，十几个台风，几乎几天就来一个，几乎两个就来。我正好出国，去香港，回来又是一个台风。去的时候带走一个台湾，回来带回来一个台湾。啊，因为台湾，啊，台风很平，我正好想说，哎呀，台风来，我就不能坐飞机到香港做法会了，所以希望那台风转个风向。结果真的果然转个方向，所以我去到香港去。结果一抵达香港，他们说台风到香港，
我怎么这么巧，拜托好不好，台湾没有台风，香港有了，挂起八号风球了，所以我就修法，拜托拜托，我来到香港做法会，不要台风好不好，给个面子好不好。哇，好多同门说八号风球在香港是最好的，每个人都去打牌了，对不对？哦，打麻将就是八号风球起来了，各处都开始放假了，不必要政府报告啊，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放假，只要八号风球起来大家就放假，放假的结局就是打麻将。对，那我就修法回向，果然没有几个小时台风就不见了，然后做完法会回到台湾，又一个新的台风进来。哇，我们那附近一个庙的土地公就跟我讲，上师啊，帮帮忙好不好，我说我在帮忙啦，他说不是啊，你要做救水灾度母两坛啊，为台湾这个频频的这个水灾啊台风。我说哦，救灾难好不好，地水火风一起。他说没有，台湾就水灾比较严重啊，下个雨就淹水啊。我说哦，结果我就做，马上就做一坎啊，听说有两个台风又转向台风，也就擦身而过就没有了。然后我回来又做一坛，我十一号回来，十号晚上又做一坛，那听说就哇，坐过去就风平浪静，那现在回来就地灾。那住到哪里没有灾难啊，你们告诉我哪里没有灾难啊？不知道哈，以前曾经讲过哪里没有灾难，天上摩诃双莲池，摩诃双莲池去了就没灾难，所以我说我要赶快去啊，天天烦这个烦那个，恼那个怕那个，哎呀赶快去啊，走在师尊前面来给大家一片救地灾度母。当在做这个的时候，请大家发一点心，自己买的附魔片写个加州众生吧，啊，大家都有这份心，力量才发得出来，不是写你自己而已啊！啊，大家啊，分一片，就地在度母，写加州众生。祈愿美国加州地震消除化解，祈愿美国加州地震消除化解，化解消除都可以啊，自己本身多念几遍。你要观想救地灾度母，救地灾度母跟绿度母一样，只是它的身体是蓝色的，绿度母是绿色的。就地在度母显现，在头顶虚空放蓝色的光，你要想出美国加州的地形，好，美国加州的地形，好，这蓝色的光就照我们自身，我们在美国加州里面。英文、西班牙话、中文，越来越近了，大家哈，静点心了。然后你们下一次，因为这一次的心念不够，下一次如果做救地灾的话，记住了，你们是代表加州的众生来供养救地灾度母的，所以发出一份心来。他们不懂，他们没有福分，你们有。你们要帮大家的，帮他们，让他们也有供养的福分，当业障来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至少因为有供养的一点福报，大化小，小化无。那也许砰来个地震，正好他在角落里三角形，正好没有压到自己，整个房子下堕，自己还在三角形的边边角角，哦，还有得救。有大化小，小化无，就是这样。啊，有供，有供养，啊，有诚心，啊，就有机会化解。这是度母讲的，刚刚讲的。有诚心，啊，就有化解的机会可能。
你不要以为那一年你跑掉，你不住这里就表示没问题。你如果命中注定带有这个地震的灾难，你跑到哪里都会遇到地震。我妈妈说，她年轻的时候，她的家乡突然来一场地震，全部大家房子都倒了，很多人都被这样子的房子压死了。他们每一天都睡在街上。那一个大地震就只有两个人没有被压死，两个人没有。好，一个人出外去做生意，一个人怎么样？他们回来，大家都给他们拍手，你们好 lucky 哦，对不对？你们怎么样？这什么无灾便是福，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结果他跑到别地方去做生意，那个地方正好有地震，他就被压死了。在这里面被压死，到那边被压死。你有这个命中带有的什么灾难，你跑不掉的。跑不掉的，就只能求大化小，小化无了。哦，给大家了解这一点，大化小，小化无了。好像911、911，有一个人夫妻，哇，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恐怖分子，他家就在那附近，哇，吓死他了，爆炸的时候吓死他了，哇，他知道这个地方不安全，赶快回家，他家乡就是香港。正好香港遇到爆发 SARS 症，哇，吓死了，对不对？哇，赶快，这个人生怎么这么难过，就到泰国跟他太太度假。就在饭店旅馆的时候，哇，他在洗澡， 他太太洗澡，他躺在床上，哇，海啸来，他整个床垫就出去了。怎么会这样，我的命运啊，谁会相信都遇到。各位不要激动，是不是？当你命中有这个业报，不要以为你离开这地方就不会跟着你走。所以呢，你有这样的前世所造的恶因，这一世要呈现的恶报，我们就只有忏悔，就只有供养，就只有修法，就只有消业，才有办法大化小，小化无了。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圆满，唵嘛呢叭咪吽。在法会开始之前，我们请同门代表美国加州所有的众生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的敬意。他献这个哈达是代表大家，那么献哈达我们就观想啊，这个父母祖尊放光铸造，然后那么他们要提示什么，以前你没有经验，我就会告诉你们什么。结果他献这个哈达，我拿起来啊，这个杜母讲加州地震会来，就这样讲，加州地震会来，就献这个哈达是讲加州地震会来 ，for sure 就是这样子，一定会有的。什么时候？看大家尽一份心了。大化小，小化无吧，就是这样子。大化小，小化无。像当年台湾地震的时候，我们这里赶快起坛回向给台湾，结果杜母就讲：你们不要以为很慈悲，你们在帮人家。你们自己的地震要来，你们做的是在化解你们的地震。我说真的啊，那什么样的情况？他说7级以上。我说真的啊，对不对？他说所以你们现在做就是在为你们加州化解。结果做没有几天，就有同门说来了来了，上次今天来了一个地震，已经化解了4.6。我说可是菩萨讲7级以上啊，应该不是那一个吧？我们就继续做，结果真的来了一个。在加州的洛杉矶的沙漠，结果是在沙漠只有一列火车倒了，其他都没有发生，把那个地震的震央移到那边去。我们求这样子吧，对不对？如果要发生，我们求震央改变啊，求化解这样子的一个灾绝吧。大化小，小化无。好，我们开始。各位法师
各位同门，让我们礼敬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坦诚做诸尊及今日父母祖尊，那么就地再度母。大家晚上好，欧玛丽贝米红。上师好。好，大家好。刚刚这一坛覆膜，我差一点坐不下去，因为献完哈达，杜母说地震来了，对吧？加州地震来了，我就开始肚子痛。从刚刚哈达讲这句话，我跟大家讲完以后，从头到尾我的肚子啊，就好像好好的一个被一个刀叉这样射进去，然后切开来，然后在里面这样子，哇，又吃又滚，哇，痛得我要命，我这里疼那里疼得痛得要命，差一点坐不下去，哇，怎么办？这个感觉就好像1995年的样子，师尊回台湾去为两岸，中国跟台湾两岸和平去做护摩，他做一坛，我替代49坛，我回来做49坛，因为他在做一坛还没去的时候，他就讲这一次的灾难很大，所以他一直很不舒服，每一天也都在放血替代，那大家都哭成一片，他不要大家摄影录影，因为他很伤很痛，那大家都说不要啊，他说师尊就讲说怕过不了关，那一种替代众生的这种血灾啊，灾难是出血的，所以他怕过不了关，他一个身体，所以他很不舒服，一直在那边难过，那大家就哭成一片。我一听到这样，我就马上心里就跟活菩萨讲，那时候回去台湾主持，师尊主持的法会是金刚心菩萨，我当场我就心里就发愿，我愿意回去紫莲堂做49坛金刚心菩萨覆膜，来回向，来分担。每一次师尊出来为众生消灾祈福，这个不是师尊该替的灾难，个人该替，这是众生的灾难，怎么变成师尊一个人来替代呢？所以呢，做弟子的没有办法，无才，没有力量那么大，不能只有一坛，我就分散开来49坛，所以我回来就做，每一坛就像刚刚那样地崩啊，山裂啊，哇，整个身体都分支啊，分开，痛得不得了，每一坛都做得好辛苦，然后一坛接一坛的中间休息，我一到办公室啊，马上就跑厕所，抱住那个马桶就开始呕吐，吐到大家弄好了打电话进来，我都还没有办法去接电话，然后怎么办呢？把水龙头水充满了整个水池，然后头摘下去，让自己在冷冰的水里面看会不会感觉到清醒一下，然后实在大家不能等太久，又忍着痛出来49坛，刚刚那个感觉又回来，哇，真受不了，我就跟活菩萨讲让我做完吧，哇，才说一个加州地震来就真的来啊，先来我的身体让我体会大小，台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大家以为本来就没有问题，后来新闻就出来了，美国就公布在1995年确实有一个月有一天正好中国是对准台湾要发射的，就是那一天，我们一直做完这个，又做救兵灾度母，那时候又有很多同门来，
连那个最贵的长白山上，哇，听说晚上会跑的人参，人的形状很贵的，哇，被抓到又多久多久，哇，都下去。哇，那天下去那个盒子还有一点虚虚，很多人都拿来吃了，对不对？拿来沾来吃，那一个是几万块美金的，都下去这样子供养，这样求。那我记得，哇，很辛苦啊，这种替代，你们做来看看就知道。有一年师尊在香港，为香港做世界和平，请了密教的西藏的密教的四大长老，啊，花教、黄教、红教，啊，白教，啊，长老坐在后面，然后师尊在前面主持，我们上师啊在前面。然后法会的前一天要试演 rehearsal， 我们在里面的一个室，就是说一个休息室，还没有出去，我们大家在那边等人家来迎香。突然之间师尊回过头来泪流满面，他说他这几天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喝，每一天呢，躺在床上，好多好多辆的车，上千百辆的车都往他身上撞，插刀子啊，插在他的肠子啊，肠子扭啊，各方面。因为所有报名众等在这一坛里面，有很多的汽车车祸者，有很多的生病灾难者，有很多的开刀者，有很多的意外都到他身上来，所以他很辛苦。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我们就以为法会就法会嘛，就去参加。他就讲了一句，他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你们上师们，请你们帮忙，分担一下。”跟我们这样讲，啊，要我们上师分担。那时候我才开始有自觉性。是的，我们以为时间到了，法会报个名就好了，时间到就去晃在那边，哇，等法会灌顶。不是的，灾难是我们的，业障是我们的，亡亲祖先是我们的。我们要来参加的心意是什么？心愿是什么？希望亡者超生，希望养者平安，一切都能够顺利。那么这个是谁祈愿？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灾我们自己要尽一份心来消。我们的祖先亡者残生灵冤亲债者所杀所食的，我们愿意跟他化解，那么就更要尽一份心，借由这样的机会大家一起融合，借由师尊主持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一起来消解，借由活菩萨大家共同观想的佛菩萨下降，一起发挥力量。所以那时候我才了解，哦，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是民国几年，不是民国，西元几年，在香港举办一次法会，最冷的，听说香港最冷，又下雨，我们没有遮，那个雨飘在身上，最冷的一天零下，你知道我们又是穿法衣又是薄的戒衣，都里面都没穿，我里面连个厚的衣服都没有，哇，之冷之冰哦，那个脚哦都不能站起来，地方又窄，哇，那是永远难忘的一次法会。刚刚火这么旺，离这么近，烧得皮肤这么红，可是我冷得不得了。刚刚流的不是热汗，是冷汗，冷汗淋漓，哎，很冷很冷，好像在冰库里面。哦，可见这地震蛮厉害的，能够上到我身体，给我这么感觉是蛮厉害的。杜母怎么说？我跟杜母讲怎么办？杜母说：“你为美国的众生做一坛真福会杜母嘛？”我说：“我们加州地震关什么美国？”他说：“因为美国业障重啊，不是只有加州才有地害啊，每一个地方都有其他的灾难啊。
风灾、水灾、火灾，什么灾难都有，还有最大的经济之灾啊，这是经济大海啸啊。对哦，他不讲都忘了，我们的房地产都跌了一半了，别的地方如火如荼一直涨，就是美国一直降。这个美国真的是，师尊在闭关的时候就写了书了，他的第二国家美国，他当然没有讲美国，就第二国家已经不再是大国了，不再是霸国了，霸主了。我在六七年前，五六年就已经写这本书了，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都没有感觉，那时候我就知道惨了，惨了。如果师尊在闭关，佛菩萨跟他讲预言，哇，果然就来了，经济大海啸，大风暴。我不知道各位的房地产怎么样，至少我们学校的宿舍，前几年啊，政府就花了一个改这个地税的通知吧，就说我们的房地产降一半了。什么嘛，什么的什么嘛。没有升房降，全世界有这样的地方吗？这非常严重的耶。有一个同门在拉斯维加斯买35万的房子，来跟我讲只剩3万耶，前几年，这什么嘛？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吗？还是大国强国？这样的灾难比我们地震还厉害呀。所以他要我为美国众生做一坛真福会啊，我就跟他一路哇啦一路哇啦讲很多。他说再怎么样，美国也曾经做过很多国家的贵人。我说好了，没话讲了。我本来讲说自作自受了，那他这样讲，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还要就地再度母跟我商量。奇怪了，你们就加持就好了嘛。结果不是，他要我们做法会，就是在提醒教师大家，什么样子的灾难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前因，现在的后果，就是要提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引起未来善跟恶。你害怕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那么就不要去造未来会发生的恶果的因。这就是菩萨要教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在未来，我从西雅图，因为我这次去西雅图还要到加拿大去弘法，那么回来以后你们就注意，我们就会为，因为我回家菩萨跟我讲，我这次回来要为在紫莲堂做3坛，那今天就做1坛了，我就觉得很轻松，就现在又增加1坛，对不对？他们好像都不会放过我，是不是呢？好，那么下一坛，如果你们希望美国有机会再次的慢慢好起来，那为美国求一坛吧。我们都住在美国，那我们希望美国真的不要再像以前那样。虽然这不是我的祖国，我是移民过来的，但是我成为这个国家的护照的居民。我在别的国家，我看到一则新闻，看人家在骂美国，美国你不再是老大了，不要再以为你永远是老大啊！你们怎么样，我心里好难过，因为我就是美国人，好像在骂我，他在电视上讲一直骂我，好像觉得他在指着我。哎呀，这一世我一直在讲，拿了这一本护照就是一份姻缘了。外面不管人家怎么样，美国美国，你就要知道我就是美国人，你就有因了，你就要负担一份业了。不管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共业啊。不管谁决定的，我们生长居住在这里就是共同的姻缘啊。所以回来的时候将要做一坛救灾难的度母，也要做一坛准离佛母的清净，因为业落重就要清净。那现在又多了一坛
为美国来求真福慧。不要以为自己是谁 ，Who are you? Nobody， 还想为美国，我们就是 Nobody， 也要做，尽一份心吧。什么事都这样，尽一份心，随缘发展，心就安了，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尽了一份心，你真的比别人都还能够安宁下来，啊。哦，那现在有这个，师尊莲生活佛为9月15号主持的法会遍经天，他有咒语亲自念，啊，希望大家能够去以前尽量试试看，能念多少是多少，啊，这个咒应该最少要念20万遍，啊，20万遍，所以你们去听听看，念念看。啊，尽量赶快，啊，开车也念，走路也念，啊，去到那里能念多少是念多少。我们希望，啊，真的众生的灾难，因我们能够有新的认知，来忏悔，来消业，来征服，啊，而让大家能够更好过的日子。在这样的灾难年，偏偏遇逢到。我们又要建紫莲雷藏寺，大家的口袋的钱缩了一半，对不对呢？这个时候给我们出来，美国政府给我们出来建造，让我们可以启动。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做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就是这样。啊，越是难过越要过，啊，日日难过日日过，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所以呢，回来做一坛真福慧吧。福分不够，智慧不够，当然就无名就造业，当然就不会行善助人，当然就没有福。我这是大家的一份因缘。好，祝福大家一切吉祥。阿弥陀佛。Om Guru Lensan Siddhi Hom Om Guru Lensan Siddhi Hom